豆子的种类，豆子的种类包括大豆、蚕豆、豌豆、绿豆、菜豆、黑豆、红豆等。根据豆类的营养素种类和数量，可将它们分为两大类。一类以黄豆为代表的高蛋白质、高脂肪豆类，另一种豆类则以碳水化合物含量高为特征，如绿豆、赤豆、鲜豆及豆制品，不但可做菜肴，而且还可以作为调味品的原料。豆子为豆子植物的一种果实，形状近似圆形，豆子植株高30到80厘米，根系发达，茎直立，花期为4到7月，果期为7到9月。我国传统饮食讲究五谷宜为养，湿豆则不良。豆子的营养丰富，常吃豆子可以减少脂肪含量，增加免疫力，降低患病的几率等。